今日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。现代人的生活环境甲方式甲过去是真无共款，所以得到癌症的几率嘛比起过去搁较悬。台大病院婚姻关于着员工的亲人甲病院检查了后，才发现得到大肠癌的真实案例。对住院长黄瑞珍亲身率领病院的同仁来接受癌症的体检。依照自身的行动，呼吁院内的员工甲民众要定期来接受健康检查，掌握家己的身体状况。一听到癌症，都予人真惊吓。不过，伫现代社会，这得病几率是比过去较悬。一般人会想讲无病痛都免就医，不过那是接受定期健康检查，对当深入了解家己的身体有啥物款状况。在云林地区，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发现，我们的民众可能一方面轻忽自己的健康。一方面他觉得到医院来筛检觉得有点不方便，即使在云林县卫生局的大力支持之下，在云林所有的医院，包括斗六、虎尾、还有北港等等，还有斗南的医院，所有的医院其实都可以提供四种癌症筛检的服务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是大力的呼吁我们所有的云林县70万的民众，只要符合筛检的资格，应该就尽早来做癌症的筛检。国民健康署也针对国内四大癌症，联合病院推动体检服务，只要有符合资格的民众，都会当利用这项补助的措施，守护家己的健康。有一些癌症，它要及早诊断、及早检查的方法，有时候比较不容易。那国民健康署所选用的这一些方法，或者选的这四种癌症，都是比较容易的。可以看得到，有口腔癌，只要嘴巴张开，有经验的医师他就可以怀疑。子宫颈癌其实当然是有一点，就是妇女等等、妇产科医师等等这些考量。不过说实在的，也是一看就可以看得到的癌症。那比如说我们的乳癌，当然可以透过乳房摄影等等，我们可以有怀疑，有一些钙化点等等可以知道。那大肠癌我们可以做粪便的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潜血的反应，很方便可以做初步的参考。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，民众若是早一步接受健康检查，只要在黄金治疗期间，病情通常都会当得到控制。台大病院婚姻分院医疗团队也亲身接受体检，用行动呼吁民众做起来检查。早期的治疗跟晚期的一个发现，晚期的治疗的效果是相当落差是非常的大的，早期是几乎可以完全治愈，那么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花费更大的费用资源，而且自己的效果也不好，民众所说的身体的痛苦也更大，而且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完全的对癌症能够治疗好。身躯无病痛，并无代表都无怕病。民众只要定期接受健康检查，清楚掌握家己的身体状况，这是维持健康的上好方法。记者陈以伟，从报道。